过来关心一项较轻的交通违规，无开放民众检举，嘛未记点，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，啊，不过引起着部分团体的反弹。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是预计伫四月初要来召开这个公听会。交通部这边是强调，新的制度开始，警方执法强度未降低，绝对不是放任违规。啊，不过这个行人林思蒙联名是讲，拜六要去街路来抗议，要求这立法院要退回修正草案。在三月十七，全台湾七个县市快闪活动了后，行人林思蒙推动联名，这礼拜要去街仔路进行抗议。联名表示，快闪活动当中受到真侪民间团体的支持，大家拢无认同限速检举甲记点，不过事后并无受到政府部门的沟通甲回应，所以因按算会继续抗争到底。是如此仓促、如此敷衍的去通过对社会、对安全影响这么重大的法案。所以我们在三月二十三号还是会在立法院这边来办一场游行，来绕行立法院及周遭，希望可以让立法院退回这次的法案。现在这个驾驶算是提出一段影片，伊准备停车载人客的时阵，规条路拢无画围线，看到一个行凶者拄拐也行过来要坐车，为着要让伊较方便上车，伊先去回条线临时停一下，在伫新的制度都袂去红检举。强调这个驾驶是受到车路环境跟服务的限制，并不是超工要违规。大家在讨论交通安全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把实际上面你我每天会生活会碰到的实际搭车的状况，我们把它考量进去？路口的停让行人的执法，那个是我们要求警察还是严格执行，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希望这个向路权团体说明哈，并不是我们对于保护行人的让步，那的确是一个大的这个大环境的课题。交通部回应讲，保护行人、脱离行人地界是交通部上界重要的课题。目前正在推动四年四百亿优化行人环境的计划，从四月份开始，立法院会有公听会，所来草案进入审查的程序，会面对面跟各团体来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